注意动手，以及电视机前面诶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哦，咱顶一 大境界一、二，即、這个无量寿经自古以来，格咱现在啊，有五种愿业不，四种悔告不，那么在这里中将高将。 根本，咱正宗学会拆除的啊，就是咱敬老和尚现在啊，一个过去啊，到处宣讲啊，这个夏令季老居士，这个会一本，那。 这本啊，啊可以讲，在咱中国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五种观阅本啊，四种会教本里面，那么这个会集本是最先的经本啊，最先就是讲上圆满的。 啊，所以称为显本。啊，大概读了后啊，对这个无量寿经内面啊，释迦牟尼佛给咱介绍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由来啊，就是讲业力术由来啊，以及这个依正庄严。 包括咱现在大在三博世界啊，都非常诶清楚、详细、明了啊。所以咱读了啊，对西方净土认识啊，对咱现在三博世界秽土诶认识啊，拢真明显、真清楚啊。所以讲。 即个会本啊，确确实实是即个高奖啊，起码大总经内面高奖当中上好的一本啊，因此逐个读了后啊，非常的欢喜啊，在海内外各地纷纷成立正宗学会。 那么咱，咱再往下面看啊。无量寿经乃正宗之中纲啊，即、这个纲著是纲领，宗纲领，所以称为正宗的经。正宗诶经无最，所谓宗派只有净土宗诶经典最少。 一九三部经一部论啊，即是早年三部经，第一個是无量寿经啊，第二个是观无量寿佛经，简单讲叫做十六观经。第三个是阿弥陀经、啊。那么即个三经啊，分量拢真少。 啊，三经就无量寿经啊，经文比较较短啊。啊，过来就是观无量寿经，那么阿弥陀经经文上得啊，这三经。一轮是天亲菩萨啊，天亲菩萨是印度啊，印度的菩萨啊，一做这个往生论啊。 佛讲的叫做经，菩萨做叫做论，啊，安尼合起来三经一论。迄一个论是天亲菩萨修净土，往生极乐世界心的报告，提供互咱做参考。现在呢，现在是五经一论，五经为多来，三经是佛说的。 啊！佛啊，这个三经拢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专门介绍的啊，介绍西方净土啊。那么要往生到西方净土修学的理论方法，三经啊，专门在讲这个。 那么，五经是咸丰年间，清朝啊，咸丰年间，咸丰的妃子朱熹太秀，大家拢知影。啊，讲咸丰知影的人无多，朱熹太秀真侪人拢知影。朱熹太秀的丈夫就是咸丰。咸丰年间有一个奇书为密《明清》。 啊，这个后头拢有介绍，为明清，即、这个老技师也真了不起。啊，一个《华严经最》最后一卷，毋是一品，啊，最后一卷，普贤菩萨十大愿龙导归极乐，都即一卷。《华严经》最后这一卷，是一品海头诶一种，啊，甲伊挑出来附在净土三经后面。 成为净土树根，所以诸位若是在以后看着佛门内面净土树根啊，那么你著知影，迄是为灭亲，加了一个香丸品，加咧三经后面啊，称为净土树根啊，这是清朝咸丰年间啊，迄个时阵啊，为基师加入。 咁加得好，为什么加得好呢？在无量寿经上，特别是夏卷嘅会一本，咱看到第二篇，德尊普贤第二，系就是系一种，啊，确实花言最后是归净土，归无量寿，所以伊系一篇护出来，护得太好了，即是净土树经。 我京是民国初年应公著书，这是近代啊。应公著书，去咱无啊。啊，民国二十九年亡兴的啊，咱今年啊是中华民国一百空一年啊，一民国二十九年亡兴。 啊，所以，甲咱即个时间啊较接近啊，亦在空闲期间完成。伊老人家甲灵岩经内面二十五万通中的大世字菩萨念佛万通中啊，这一小段的经文啊，伊藏在净土树经后面啊，变成咱今日讲的。 净土五经，这个做法不可思的。净土是不是要还需要其他个经典？不需要，到家都完完了。为什么？那两百四十四里，甲诸位讲，那是净土中的心经，是一代宗教的心经。 也就是宣道大师伊老人家常常讲的：“诸佛所以行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。”啊，印光祖师这个做法，啊，予咱对宣道大师讲的一句话完全明白了。啊，一切诸佛应化在十法界，在一切诸佛出土的十法界普度众生。 第一个方法是虾米，就是启明念佛，求生净土，三根破被，二顿全修，这是了不起的法门，极简单，容易温懂，虾米人都会当修，个个拢有成就。贤德大师讲即个法门，万修万灵去。 一日都不老，啊！一百年人修，一百年人拢会当往生到西方。但、就是现在为虾米修净土诶人这么多，往生诶人却那少？甲宣道大师诶话那么矛盾，各嘴讲无，这是虾米原因？ 你毋是努力如法诶修行，啊，故在众生家，啊，毋是在这里发问，啊，无在经典，啊，你若是努力如法诶修，真诶慢修慢年去，啊，一个都不老，啊，著讲修的不如力不如法。 弥陀经上讲得真清楚，不可以消成根、福德因缘得成彼果。啊，就讲、是，咱想要往生到西方极乐国，啊，即、这个成根、福德、因缘未使少，爱多爱多，啊，爱多成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，啊，那就。 都不可以妄想到西方极乐国。成均是虾米？福德是虾米？因缘是虾米？因缘，咱今日记住喽。在六道轮回，得人心是因缘，无佛法是因缘，无大圣经是因缘。啊，无着《严经》，无着净土经典，这是了不起的因缘。 仍然有啊，地球、啊、问题在哪里？神根否定，神根是什？么？先改，你是不是真实？啊？你对这个来头，干有问题啊？如果要怀疑啊，你先根问题。 你对正宗的道理，是不是有明了？啊，那么透彻的明了，啊，明了是帮助你升起信心。啊，所以我怀疑，就是你了解无透彻。啊，对这正统经论讲的理论方法见解。 认识了解不够啊，真正不清楚、悟明白咯，不怀疑了，那安尼你就有信解啊！啊，信是善根，那福德是什么呢？精修，精修的人啊，就是有福德。汝对这个世间， 要放不下，有留恋，那就完了。那安尼，你就真难成就。所以经无毛病，理论方法拢无问题。问题出在你咱家己烦恼习气，啊！这个物件要放下，你就决定在今生取得净土。 下面念落音用偏小声啊，就是偏最轻啊讲的话。我国清代偏小声技术掌握，无量寿经者，如来清净之梵教，众生本具之化仪啊，即几句话非常重要。无量寿经如来。 啊、是十方明心见性的人，诸佛如来清净之胆，历历故故，拢是将诸性流露出来，历历故故，拢是圆满的，轻易做完告。一切诸佛如来的诸性，跟一切众生的诸性，是一个性，毋是两个性。 所以，佛在大圣教内面讲到自性，常常用海做譬如啊，性海啊，那每一个不同的众生都亲像海里面啊，起的一个水泡共款啊，这海水啊，去一个水泡，会到起来啊，会海起来啊。 追泡甲追泡，啊！如果这追泡那无破裂，啊，加几粒下几粒无看足最啊，那无破气呢？好亲像是对立的，互相对立，啊，加几个下几个啊，那么追泡那破之后，破气之后啊。 哎，水泡若破去，咱拢知影啊，全部归大海。啊，那么聪明的人免单你破，知影讲？你即嘛无破嘛，啊，是跟大海共款啊？啊，每只水泡拢是为海水散现出来啊，海水就是祖先。 啊，那么追抛啊，譬如咱重心，哦，重心在追啊，那重心在追，为倒来啊，为家己诶，主性啊，显現,现出来啊，所以更高内面佛上讲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心啊，一个心，一个智慧，力无为一念啊，无一项不相同。 为什么你无离开自性？即句话讲诶，甲诸法实相，即句话讲破啊！咱甲一切众生，虾米关系一体？即、這个自性啊！你讲即个关系都亲密啊！为虾米有遮尔多差别？每个不懂我了，知影咱是一体啊？比一个人也较亲一体。 诶时候啊？则分厝分他啊，分家，己分别人，有分别，有接着啊，叫作业。安尼叫作成啊，一个冤枉诶，功夫啊，在六道轮回是冤枉，梦中境界伊毋是真诶，真正参透咯，迄、那个梦也无离开作性。 所以，是佛界依经庄严，拢不于自成拢是自成现的。所以讲，众生本具之化理，理就是今日讲的方式、意识啊。咱今日教导学生用款的形式啊？现在咱知影对儿童啊，咱办幼稚园。 办小学，随着伊诶年龄，搁再办中学、办大学，这就好亲像是方式，即叫化理。除化理之外，有化法，画是教学嘅方法。众生根性无共款，对不同诶根性，用什么方法来解？所以佛家讲化理、化法。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教一个学生，在话语方面，伊首先开悟之后，伊讲阿含十二年，阿含都亲像佛教诶小学，讲虾米物件？讲人天法，啊，讲你安怎样做人，也就是咱今日讲诶，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。 啊，含州内面，即教学嘅物件真多，在这里内头到大乘嘅时候逐渐，甲你讨论五浊人心啊，咱今日讲嘅哲学科学啊，从讲告究竟万万啊，五浊五浊未到来，万法是从哪里来啊？我、啊。啊啊啊 为得来，啊，真正讲清楚、讲明白了，啊，实在无容易。啊，到今日，啊，即个世界上有偌济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，不断的研究即个问题，啊，拢无找到答案，啊，拢也是有即个问题存在。 唯独百姓付出来头讲清楚、讲明披露，无丝毫的意气啊！那么这是家属健康上林啊，以呵护过了十年啊，一心的。 啊！一共当年学铁学，本先生甲福京铁学讲互伊听，甲伊讲，即是伊诶看法。啊！一共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诶铁学家，福京是全世界铁学诶最高峰。啊！这是伊诶原话。啊！这个本。 老师，本教授啊，甲家属情况相连讲诶话啊，那么本教授讲，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啊，即句话啊，甲家属应尽入佛门诶啊，抑个特别甲家属讲啊，这句话真、啊啊啊、重要啊，若无啊。 家属也会迷信，啊，也是有怀疑啊。对佛教有怀疑。啊，会去看了，啊，看这学佛的人是安怎学的，啊，是要安怎样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啊，是毋是真正亲像彭先生所讲的话？啊，所以彭先生佮补充一句话，啊，这句话真重要。 伊讲福经铁学，在经典，不在寺庙啊，这句诶非常重要啊。为虾米无在寺庙？寺庙人歪学咯。以前寺庙，古代的迄真的是了不起啊。为虾米伊真学啊？现在呢？现在寺庙出的人。 我要学宗教，啊，这个经典啊，要买学习，爱去深入。啊，现在寺庙出家人啊，无宗教，啊，出家从善，出家去跟鬼神打交道，啊，跟鬼神往来，啊，无超度、佛事、法会。 母级的啊，那么这代志是不是爱母呢？爱母个代志，哎啊，那么要到鬼啊，应该到鬼道去啊。那么佛法在临多，主要是教人。 啊，我这话讲了多人了啊！嫁这個人，都、就是多这個人。啊！那么贵道是不是有佛菩萨在啊？教化贵道的众生有啊？佛菩萨啊，也实现，在贵道，啊，像地藏菩萨在地角都啊，实现啦！地角心教化地角众生。 啊，我们一句的真有名啊，这是地藏菩萨法的愿，讲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啊，这地藏菩萨啦、啊，去地狱度教化众生。啊，你看放眼口，眼口对面迄个招兵待书那像，我前面了结，迄是观音菩萨。 啊，在归道现归心多归道一种性啊，所以破文篇讲应以什么心的多，以就现什么心。那么以现心在人间，那就是嫁人的，道人的。啊，那么这个道理啊，咱来明了啊，所以。 咱这里超度发挥啊！主要咱人间的在人、這個、啊，在家属啊，那家属旺星啊啊，那么咱超度想要帮助这里旺星的家属，那么在星的人啊，对佛法一定要了解啊。那么要哪了解呢？就是爱听经闻法。 那么对于佛理明了之后呢，你才会知影讲安怎来帮助家己、贵心以及家乡啊？对于教经济来帮助啊，所以人啊，在心的人啊，家己要先明了，要先了解，要去修学。那么，把这个功德啊，回向。 啊！尼，家属这档得到真正的帮助啊，所以佛菩萨的应化不可数计啊，应以什么心得到，就现什么心啊，应该改什么就改什么啊。那么这也是佛菩萨的艺术啊，是众生感佛菩萨应。 珠珠连连啊，感应多高啊！众生即方面有虾米需要啊？去求求佛菩萨，这著是讲啊。那么佛菩萨啊，应众生诶愿望要求，伊一个做一个回应啊。佛菩萨伊无意思啊，拢是众生即方面有讲佛菩萨有应啊。所以观音菩萨啊啊，伊啊毋是讲。 我怎要不现解善心来度众生啊？伊无起即个念头啊！如果起心动念了，就甘能反复赶快啊！伊无起心动念啊，佛菩萨无心啊，所以也当应众生所有诶需求啊，众生安怎干，伊就安怎应。 啊，如如不动啊！啊，这是佛菩萨的心。那么，嗯，老其实这份资料可以讲，精良心非常丰富啊，以尽心尽力去收集啊。下面引用日本道问法师赞叹《无量寿经》为如来行之正说，兴是兴起。 跟成都大师的话意思是相同。的，成都大师是讲如来所以行出世，啊，就是这个行行起出现在世间，为说弥陀本愿海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普度众生，这个道问，咱无查资料，伊是虾米时候的人？ 因为日本净土宗是将宣道大师，迄个时代团鬼啊，东条时候，日本真侪古精在中国留学，迄个时候宣道大师在世，所以宣道大师在日本真出名，在中国无出名，在日本真出名。 啊，你本有真侪寺庙叫圣道寺。啊，你看到圣道寺，迄就是净土宗的。啊，那么咱逐概车站附近阿个一个圣道寺，啊，是日本统治时代建立诶。啊，这是净土宗道场。啊，所以即句话啊，可能啊，是。 有宣道大师讲诶。一、啊、讲如来经是正说。我只过讲，不讲其他一切经，四十九年一切经拢是崩说啊，崩说的讲附带啊，这则是正宗。无量寿经是正宗，其他拢是来帮助无量寿经的，都、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则是正说。 所以隋唐大德，确确实实，咱在每公诗诗文公希大师的书文内面看到，拢认为就是连佛法、佛言，拢是引导人归向净土。啊，这个净土啊，都好亲像啊，咱这里、个、世间话啊,啊，人家老啊，啊，在咱中国传统这个家族。 啊，咱去外面啊，做事业打、拍拼啊，甲晚年啊，啊，大家拢会想落叶归根啊，回来家己诶故乡养老啊，所以咱中国传统即个家家族啊，著、就是一个人啊。 因一生的这个归宿啊，唔管你外面去安怎发展，做什么款的事业啊，发展好啊歹啊，那么归宿啊，有一个家啊，到最后啊，归到这个家来，养老啊，那么这是中国人传统啊，一生啊最幸福的时阵就是在晚年。 啊，这个西洋人啊都不同啊，西洋人啊最幸福的是儿童的时代，啊，想可怜的是晚年老的时阵，啊，这都要得病。那么咱这个净土，你不管修好多就发问，啊，到尾啊，拢归到净土，啊，净土是归宿啊。 啊！汝在六道是化界修修修，啊，修一斤法改一经化界噶尾啊，归西方净土？啊，那么西方净土，啊，汝看佛在经典甲咱讲，伊的方位伫西方，啊，西方著讲伫头路线迄个方向，啊，那么即个意思啊。 这个归宿的意思真明显啊！咱出去外面啊，历史啊，啊出去外面做工鬼啊，不管你做什么工鬼，啊，日头落山咯，啊，日头落山不安怎啊，等来厝的啊，啊，归家了，啊，回归啊，啊，等来家己诶家庭内面，啊，这都是一个归宿。 所以你看，这个西方叫做世界啊，第西方啊，日头落山遐真明显啊。就讲、是、咱修学所有法门啊，修到尾啊，下是咱这个归宿啊，去甲西方来玩玩咧。啊，这个意思该怎样？啊，所以。 你看这个《华严经》，现在同至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度鬼度六啊，所以为灭亲，把这个《华严经》最后一卷附在三经之后，称为净土四经道理。啊。那么这个举动啊，咱双手赞成。 花言贵不两修，法华经上两日八合成佛，也是听闻书菩萨讲经一天半了。啊，伊也是求生净土。啊，这是千经万论处处之归啊。啊，所以讲伊是正传。啊，就讲去供他的大乘经典。啊，也拢。 虽然是讲其他的经典啊，但是啊，也拢会积归到正途啊，所以一是正说啊。那么即个讲法也确实有经根据啊，印光做事啊，即个讲法的根据啊。一面讲积德，最胜之妙谛啊，积德。 罪行是无比的殊胜啊，不是一切经会当相提并论的啊，包括发言发话，虽然拢是一行经，那有这个法门这么殊胜，一行究竟之极说啊，这就是工出的基地在哪里啊？一罪行在哪里？行得公殊胜。 啊，一真诶是一心高，啊，一心高是一心成佛，啊，咱一世人都当达到成佛，啊，讲到究竟圆满，速捷速是快速，啊，一般法门、宗派法门，修学拢爱真长诶时间，唯独即个法门无需要真长诶时间。 其他法门内面讲修行爱无量劫，即系当个烦恼失去啊，断干净。见思烦恼、顶刹烦恼、无明烦恼啊，你烦恼若无尽，就无法度还完啦。啊，你都无法度倒转去家己本源啊，也就是讲无法度明心见性。 啊，那么这烦恼在华严经上讲是梦想分别执着啊，因为名词不讲啊，意思赶快，梦想都是无名烦恼啊，梦想就叫无名啦，分别就是定沙烦恼啊，执着就是变数烦恼，这名词在佛法大书店啊，拢有当采到。 淘汰尽了，见思烦恼断尽了，就证阿罗汉。超越六道，六道之外就是速行化解。啊，六道是一个盖限，啊，六道内面叫内患，啊，内边的反复，六道内面的反复，啊，六道依赖反复。 塑性化改叫外环啊，六度以外的反复,複啊，伊也是反复啊，伊毋是圣人啊。那么这是大性教啊，一性教的标准啊。反相差别在哪里呢？这个是用真心，就是讲你是圣人，你就是圣人，用妄心。 就是凡夫啊！但这个凡夫啊，啊，六多内边的外的啊，有这个差别。那么妄心就是讲用阿赖耶啊，四圣法界内边，阿罗汉、辟基和菩萨啊，也个阿无明星的佛啊，在天台宗啊叫做相佛。 啊，安怎叫做相书呢？啊，一些塑性化改佛果，相书的讲真亲亲佛，但是也、啊、毋是真的啦。啊，因为啊，伊抑个用妄心，用阿难亚色。啊，虽然传这里见书顶沙阿无破无明。啊，所以伊、啊啊、是塑化改佛。啊，用诶抑是阿难亚色。所以即个塑性化改啊。 个叫做外凡，啊，六度以外凡夫。但是这个塑形法界啊，虽然是用妄心，用阿难亚心，啊，亦无用真如本性诶真心。一切的妄心啊，用得真正敢若真亲像真心。啊，为虾米用得真正真亲像真心呢？ 拢是学佛啊！佛经所讲的理论，融归家己心里面啊。阿兰亚识来头、啊、变成阿兰亚识的经济啊行为啊，做作的时阵，这盖、個、条一条一条拢做得清清楚楚，做得真好、啊、非常的亲像佛啦啊，所以。 树性发解或叫做相似结合，相著的讲真亲像啦，真接近真近快，啊，但是也毋是真诶啊，为什么毋是真诶呢？伊也无转型性的，伊也无转过来，啊，也无从迄个阿兰也是甲转型台湾价的，啊，迄、那个也无转过来。 啊，现在呢，转过来伊都是金福了啊，进入黄金级福了啊，这都是法的金像，跟咱讲的，法相、映下何况辉煌啊！汝个经告那面讲的拢做到，做对向以后啊，汝也是凡夫外凡啊，你可以出离六道啊，但是啊，出不了十法界。 啊，想要出息发界，爱把个物件拢放下。發法上应下，何空非法？佛法也爱下调。啊，这系出息发界。啊，这是金刚经啊，会一直教咱诶。即、這个爱知影，所以你看，即个经多了不起啊！这个经修行诶方法，头一个，以及经对象前半段是告白，后半段是修音。 前半段是大性，大性是啥？么？大性是智慧，自性本具诶。不借智慧。无量修是德，庄严是相。华严经上讲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智慧就是大性，德无量修，相庄严，这是高相。 啊！一切众生皆有，对、就、讲、是、一切众生拢有、啊。那么那么按照因该扯到倒来，清净平等觉，迄是修的。咱修行修什么？清净心，清净心是将戒律内面成就的；平等心是将禅定上成就的。 格是将菩提上成就的，格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所以修清净平等格净，正大乘无量寿庄严啊，就在经对上。所以中国外国这些祖师大德所讲的话无错，讲得真好。一心究竟之极率直完，速即万良之经验。 即个金在佛经里面用得真多啊！汝爱八伊诶意思，金是啥物意思？金不变啊！咱看这一般诶金属拢会变化啊，会变形；唯独黄金伊不变啊。伊诶好处就在此地啊，所以佛法都用金。 来披露啊，摕即个金仔来做披露啊，因为金都是未变，金身永远未变，金身永远未变啊，亲像迄个黄金共款，你更过较久，迄、那个金仔是未改变啊。初级的意思啊，并毋是讲哦，这金价呢，那金仔粉啊，去甲去甲去甲抹抹起来啊，毋是迄个意思。啊 啊！现在寺院内面啊，佛像拢有搭只金箔啊，啊，插只金色啊，那么还是表法诶，啊，毋是讲哦，佛心都是些迄、那个金啊，些诶。啊，但是金啊，些诶嘛，毋是讲真好看啊，啊，啊，伯，伊是摕迄个黄金啊来表法啊，好难为这标发去体会佛心。 永远不变，这情形啊，这种心有啊无，无是不土的无。诸佛如来是不种染土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不种染土啊！你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起的心性都永远未变。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胎生啊，不是讲囡仔呢，慢慢啊大汉。 啊，一是化生啊，到迄个地方啊，莲会化生，化生像什么款？一往生到遐呢，一出现心，就甲阿弥陀佛差不多啊。啊，迄、那个世界是平等法啊，咱现在为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为较大，菩萨为较细啊，往生的人更较细一点啊。 啊、这甲经典讲个无同啊，这是依然啦，这个世界的人啊来想啊，啊实际上这个世界无这个差别啊，拢拢共款大，边宽啊边,边大啊，无许大大细细啊，然后大大细细都无平等，共款大英雄不变，一是化性啊，所以。 即个经教读侪咯，慢慢都明白，都知影即内面真正含义。啊，即即个时间到啊，咱就报告到这段啊，下边咱下一集再阁继续向大家来报告。多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